202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近日在四川西昌启动录制，主舞台选在西昌琼海边的星月湖湿地公园，在延续唯美浪漫风格的同时，融合地方特色，创新打造具有未来感的全景式舞台，在虚实古今转换中实现沉浸式体验，呈现一场视觉盛宴。